终于知道剧中这段为什么要快进了。我们看到的正片是，实际片场是，妈呀，我的人了。我以为是戏的，特别真实。没杀人，特别好。我没听到开机，我以为这个马疯了。特别好。那我还在想，你为什么那么冷静？因为我在演戏啊，我在演戏啊。